杀器。今天早上我收完东西啊，现在已经中午了，然后来到了安徽蓝莓第一镇环墩镇啊，这里是生产蓝莓的，就我昨天露营的那个对面那个工厂就是蓝莓工厂。现在我们到镇上面去吃个午饭吧，还有300米。今天中午在这里吃一碗牛肉面，加了个蛋，哎呀，还可以。开饭。怀宁牛肉面，黄墩镇。刚刚在安徽蓝莓第一镇环墩镇吃了一碗牛肉面，然后骑了10公里左右到达现在这个地方。现在是中午的1点钟啊，太热了，今天温度好高啊，骑得热死了。看到这边有一个房子，然后有点阴凉，我在这边躲一躲吧，稍微休息一会儿。太热了，真的太热了。继续出发，还有10公里，我们到达前山网工大雕像，去那边看一看。下坡喽。这里还有一个湖啊，池塘啊。怀宁县三桥镇，前面快到前山了，离那个网工大雕像只有1公里了。天柱山27公里，我们不知道路不路过，正式进入前山市318国道。这条河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看到那座桥没有？那就是我们刚刚来的方向，现在刚刚进入前山市。网工神像就在我对面，看一下，就是这个雕像很高的。网工是一个春秋时期晚国的一个君主。我们先在这边休息一下，这边有一个亭子，等一下我们再去那个神像底下去看一看。这里是沿江步道，出发，去看一看下午的4点钟，我已经来到了前山市东大门，这里是网工神像所在地。神像是高的话是大概30米左右，28.8米。上面两个字是网工，底下是网国古都啊。今天天气挺好的，太阳非常大，一路骑过来还非常热。现在下午，然后太阳正好在那个神像的正中心正上嘛，所以照起来感觉有点黑乎乎的感觉。走吧，打了个卡我们就出发吧，现在继续出发吧，朝着岳西县。在这个网前大道边上，这里有一个商场啊，中诺恒泰城。天柱山，难关。
南叶天柱山啊。还有4公里，我们今天的路程就到此结束。今天我们到天柱山脚下的三祖禅寺去露营喽。还有4公里，看到了吧？三祖寺，我在地图上看是叫三祖禅寺。前面的话就是天柱山脉了，现在还是平路，明天就要爬山了。下午的5:35，我们来到了天柱山博物馆。其实这里面，我之前看他们开房车可以在里面停，但是我不知道自行车进去搭帐篷好不好搭。那边应该就是卫生间，一边一个。我们去前面的小镇吧，小镇那里条件也挺好的，正好去买点菜。天柱山镇，天柱山国家5A级旅游景区啊，我们已经到了。看一下天柱山，安徽之源，这里是皖人的源头。天柱山绿道，天龙关野人寨美食街，好厉害啊！感觉没有菜吗？菜没有，前面一点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哎呀，这家没有，去前面一点。哎呀，来到小镇买点菜，晚上自己做个饭。这边旅游城市啊，所以的话肯定很贵很贵。这是吃饭，我缺一个小盆，看看有没有。这种多少钱一个？啊？5块。哦，看到了，底下有。下次在网上买吧，下次在网上买。继续到前面去买菜呀。这样来这一半吗？行，炒大蒜吧。啊？再来点大蒜。稍微要远离一点，不然晚上太吵了。最后的黄昏啊，马上要落山了。唉，好像是说在西边，那就是我们沿着太阳去前进，因为现在太阳是在西边落下嘛，在西边几百米，那就我走错方向了。之前人家就停在这底下休息的，我们去往对面去走一走，看看能不能找到。到了三祖禅寺，之前在那里找卫生间，然后应该是这边的旅游中心的卫生间，但是现在也锁了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这上面是麒麟吧，这两个应该是还带脚的，如果是狮子的话应该没有脚吧。这个是脚。这个就是三祖禅寺，上面还有一个塔。旅游厕所，大门紧锁，
不知道这个是有时效性的那种。嗯，走吧走吧。今天晚上的露营地已经找到了，我的车就停在这里，等一下把它搬上来。对面就是浅水河，现在的话还有一点点余晖，太阳的余晖啊。晚上的6点多了，我们刚刚看的那个水闸水阀门就在那一边，这里就安静一点了，这里是河面。这边的话也都废弃了，没有人了，晚上就在这上面搭个帐篷。今天晚上的露营地最终选择在这个停车场这里啊，因为这里是最安静，就是说最没有人打扰的地方。那边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水阀，控制这个河流的高度的。赶紧搭帐篷吧，再不搭帐篷天都黑了。先把帐篷搭起来吧，搭起来然后我们就准备做饭。帐篷已经搭好了，准备开始做饭了。上面的话，路灯也已经亮了。拿锅，做饭了，做饭了。东西都已经拿过来了。今天晚上就炒一个1斤猪肉，炒这个蒜苗，应该还可以。主要是吃这个肉啊，1斤肉晚上给它解决的呀。还行，挺瘦的，我感觉。今天还是先把米饭煮出来吧，然后我们一边煮米饭一边切菜。倒点水把这米泡一下。砧板拿过来，然后刀也准备好，准备切肉了。先把肉洗一下吧，肉给大家洗一下，然后我们切完就不用洗。就在这旁边洗就可以了。这个停车场是这种有砖头啊，中间有缝的，它水直接渗下去。其实今天的话，我主要想用这个肉炒点肉，然后把那个锅给它弄一下，因为新锅啊得用那个油啊开个锅，所以我要买一点肉，然后像这个肥肉啊猪皮就等下用来把那个锅给它润一下。你这个肉还不少呢。这还不少，很少了，一餐就吃完了。喝得了，那1斤多。1斤多吗？你一餐要吃1斤多肉啊？炒出来没一点点，炒出来会缩水。怎么想的？你怎么也吃不了啊？一餐吃1斤多肉喝得了？应该没问题啊。先把米饭煮上嘛，然后我们再把那个蒜苗给它切一下。今天米饭好像有点多，不知道能不能吃完啊？可以吃两餐了，今天的这些蒜苗弄一弄，直接把这些蒜子切掉。拿快递有一个小铁锅，但是没有到，就是它有一个空包，准备后来在到这个天柱山镇的时候，看到路边有那卖那种就是小碗的，准备买一个的。但想一想，好像有的大小不适合我，所以的话我就没买了，还是之后在网上再买一个吧。今天的话，我这个菜切了都不知道往哪里放，直接放砧板上面吧。问题应该不大，这
里还有几颗蒜，也弄几颗进去，等下跟肉一起炒一下去去腥。就在这个砧板的旁边给它切两刀，然后放里面。还是有一点风的，我们把它稍微遮一下。这里是夜景了，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，白天热死人，晚上冻死了。我刚刚加了一件衣服，哎呀，米饭煮好了，应该先拿下去吧，准备炒菜喽。先把这个小锅给它开个锅，这个锅虽然说有点小，但是炒个一个人吃的菜还是没问题的。你说炒两个人可能不够啊，一个人吃一锅还是没什么问题的。现在把这个锅给它开一下，开开锅。这个是刚刚这个切的这个猪皮，我们把这个整个锅给它擦一遍，多擦擦。刚刚已经把这个油都煎出来了。把这个锅养好的话，我们就能炒菜吃了，今天就能开饭了。一会儿刚刚把这个锅已经开了一下了，现在洗一下，然后再重新就可以炒菜了，没什么问题。擦干净擦干净，炒菜喽，炒菜啦，冒烟了冒烟了，赶紧先倒一点点油，我们倒一点点油就行了。先拿一边，稍微让它底有点油，其实这都多了。给它放入我们刚刚切好的这个肥肉啊，再把它锅炼一下。啊，把油就煸出来了，所以我们刚刚就不用加太多的油。把这个肥肉煎的焦黄一点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下入瘦肉了。今天晚上吃一个蒜苗回锅肉。太好了。已经有一点点干的感觉了，再尝一尝。哎呀呀呀呀呀 ！OK， 下入我们的瘦肉，正好把我们的刚刚切的几个蒜子也放进去，去去腥。还可以的，这里有一斤肉啊，今天应该，我没有问价格多少，但是买了11块钱的肉，这么多11块钱，哦呦我去，哎呀，浪费了浪费了浪费了，有点猛，还没有适应这个小锅，还行，这个锅还可以，不粘锅，你看，一点都不粘锅。没有大锅翻的顺畅了。直接把这个老干妈都倒进去吧，也不用都倒，都倒有点多，还有一点，我以为没多少了。先把我们的这个大蒜的梗部放进去吧，哎，直接全部放进去吧，差距不大。刚好一锅，这也炒不起来了，只能慢慢炖。小锅有小锅的好处，大锅有大锅的好处呀。总的来说还可以接受，看起来有一点白啊，因为我没有放酱油。先放点盐，今天酱油被我扔掉了，那酱油好久了，不想要了。差不多了，大功告成。OK， 开饭开饭。今天米饭有点多，我们把它打出来吃吧。我有一个小盆呢，给它切一半出来吧。多了的话底下容易有点糊，没办法。早上少吃一点，晚上一定要多吃一点，所以我们再来一点。开饭了，开饭了，兄弟们！今天第一天用这个小铁锅炒的，我感觉还可以，还不错。
开个盖子给它闷一会儿。肉炒的不错，下午买菜的时候顺便买了一瓶雪碧。在外面骑行感觉喝这种饮料喝的多一点，因为体力消耗大，喝水的话没有能量，这个的话里面有一点糖，有一些能量。今天应该也走了30-40公里吧，穿过了前山，到达这个天柱山脚下。这里就是天柱山镇啊。像安徽的简称皖，就是从这边，就是可以说就是安徽，就是说徽文化，可能不敢说徽文化，就是说皖的这个来源，就是来源于这里啊，来源于这里。当时安徽省的这个安徽两个字，一个是取的安庆的安，还有一个是徽州的徽啊，组合一起叫安徽省。但是现在徽州已经改名了，没有了，改名叫黄山了。当然黄山好像有一个徽州区啊。因为这座山太有名了。明天出发40多公里到达岳西县，要翻越这个天柱山脉。可能会有连续的上坡在等着我，得多吃一点，补一补，为明天爬山做准备啊。今天一路起伏来没有什么难度，就很轻松的就起伏来了，感觉我感觉之后的话可以适当的加一些距离了，因为我这两天是出发没几天嘛，我就没有骑太远，每天骑到30-40公里我就停了，之后的话可以加长一点了，感觉以后大概可以走个50-60公里了。30-40确实有点少，哎，蔬菜买少了，都是肉，大蒜都看不到了。因为晚上没什么车啊，我从这边上面就是318古道，感觉晚上没什么车，今天晚上应该也能睡个好觉。吃完饭了，然后现在把东西收一收吧。每天都是这样，都是很普通很真实的一些骑行生活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。